有钱一辈子，外公哎，跟他们说也为了奉承哎，头啊我，贴窗框，不光带两面抽还，奖励天天救班，破例破例一去收就会收财，好我跟你讲解，以后我跟你讲哦，不准再来激动的所在哦，是，来人啊，先从那方困。哪里是大人，我当你开阿信。哈，可以，你到头去啊，加个烧酒，把什么请起来叫我你坐啊。免免，多谢多谢大人，你下船。哎，你这不准等啊，激动啊！真的是老板吗？不知道在等到什么话呢？你跟我说那么多，我卡成这样，我没路坐游览车呢。